整红素金台北报道，俄罗斯籍的安妮，美国籍的贾斯汀，法国籍的法比欧，以及德国籍的赫，少侠挑战民事武力全开，国标五世界大战，他们将代表自己的国家出战，以国标五来一决高下。不过安妮台上拼搏太卖力，让舞伴老师的嘴巴受伤，早已烂成一片。俄罗斯籍的安妮这次换了舞伴叶红老师，当跳完深情伦巴之后，老师却缓缓说出，这些辛苦都是由汗水泪水拼凑而成。一问之下，两人跳到抬举动作时，安妮一个不小心用膝盖踢到了老师的嘴，力道之大让他当场痛到说不出话，还马上暴血。为了安抚安妮内疚的心，老师忍痛说没事，但其实戴住牙套的他因为撞击力道过大，牙套下早已烂成一片。惊悚过程让主持人侯一军忍不住说，老师赚的都是血汗钱，安妮也深感愧疚，为了让表演更完美努力练习，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安妮跳舞太卖力撞到舞伴，您是提供安妮跳舞太卖力撞到舞伴，您是提供安妮跳舞太卖力撞到舞伴，您是提供